如何辨别女朋友是不是真的爱你？你去哪啊？我约小婷去逛街啊。行，你去吧，早点回来啊。你怎么了？我头好疼，我好像发烧了。发烧？没发烧啊。没事，你去逛街吧。嗯，那好吧。你多喝热水吧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喝杯咖啡就回来了，那给你买的呀。哎，不用了，宝宝，我觉得我好了。嗯。哎呀，我今天就想让你在家陪我。那我开黑吧，你玩寒冰，我玩奶妈。嗯。I feel like Romeo。土哥，哥几个晚上烧烤店走起啊？这个默默。你想去吗？有点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啊？跟你们有什么好喝的啊？我在家里等你回来就好了。那宝宝，你在家乖乖的等我回来啊。嗯，少喝点啊。嗯，这就不要。宝宝，你也太贴心了吧。